改位置好了。设定目标这里，更大的范围，一次爆两个，好，就这里了。嘣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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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。那时候鱼竿讲完之后，然后就有出现在其他的台里面嘛，就说我声音很好认啊，有的没的啊。那再就是兔子讲我声音好听的时候啊，那时候就唱歌给他听，这样子。啊，明天会更冷哦，我明天有饭局耶，我就要跟他讲一下。我回应他呀，听说明天会非常冷哦，我怕我爬不起来。完全没做事，太好了。首页画面 是白了一下，不是啊，就是有一个 YouTuber， 他是胡子介绍来我帮他画贴图的，那就是刚好也是淡水人，就跟我约明天在淡水约吃饭。可是跟他讲，明天听说会很冷哦。他现在还等他读取。我说一下哦，你们不要讲室外温度哦，我现在是室内温度15度哦，我是室内温度，你们不能讲室外温度哦，淡水现在室外温度也低于15度，好吗？好啦，我看这个游戏的寿命也差不多了，没人要来玩了，大家都退坑了。真的没人，我要找其他兔窝的来玩了哦，就不找你们了哦。
欸，没人啊。是没人。哦耶，又没我的事了，加油！哦，然后讲一下哦，这一关是会越来越难哦，不是越来越难，这样气球好像会越来越多。这个叫声一定是浅浅呐，薯条叫声才会那么难听呢，薯条好听多了。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六秒内防止重生法身，什么意思？阻止别人生法、哦。
阻止重生发生是不是？然后发生，对啊，等英雄出来，反正没我的事啊。你最好是用那么多钱呐、啊！欸，你这是一开始几块钱呢、啊？450、650块吗？好便宜哦！其实我好像每天开30天也够，算了，这样也好累哦。我讲每天30天，我讲每天3小时，30天就有90个小时。哦，算了，太累了。我知道这只越早出来越好啊，这只太贵了啊！我还吃莲雾了，莲雾放在旁边都还没吃。我现在在看愿望清单，等我一下，我来看要买的愿望清单。其实有很多单人呐、啊，可是已经出了一阵子，所以可能会有观众觉得说他已经会玩了，或者是已经看过别人玩过了。那可能就是会比较凶狠的对我讲，教我怎么玩、啊。虽然我是没差啦，哎、欸，
这是什么？哦，没兴趣。我在看刚刚推的啊，什么死亡之日那个啊，哦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僵尸战旗，也是回合制的一个僵尸游戏。那个我就，那个我有买啦，只是我就是想说等可能今天不想射气球，就来玩那个其他买的游戏。我之前夏季特卖、冬季特卖，有时候一大堆特卖的时候买了一大堆游戏，我都还没有玩过啊。那时候是想拍影片，像之前水族馆系列也是其中一次买的啊，结果大家都不爱看，就完结了。也没有啊，就是有些人还是爱看啊，只是说。大部分族群不爱看，所以我就再试试看玩别款游戏嘛。啊，结果买到现在放着都还没开始拍，现在也没时间拍了啦，时间都花在现在这上面了。好冷哦，我的手好冰哦。啊，聊天室是坏掉了哦，怎么不理我？重整。我比较喜欢玩那种，也不是解谜，我真的比较喜欢玩那种打宝类游戏，而且是要小林怎么加我好友啊？没礼貌，是要那种跟朋友一起合作打宝的那种，我比较喜欢玩。应该说我比较喜欢合作类游戏，就大家一起合作打怪打宝啊，还是什么的。那单人游戏就可能就是守塔吧，就简单一点，不要太烦。可是太简单又很不耐玩，就很矛盾啊。哦，有打字，好。地下城争夺战是什么？我好像也好眼熟，看一下、喔。收藏库。哦，这款我在找机会跟别人一起玩，可是那个机会不属于我。没有，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团他们啊，他们也有买，但是他们就是之前 NONO 就是有约，每天都要开台的那种，有时速压力啦、哦、我当时没有，我想说大家都有买，可是就是让他们优先组队，可是现在换我也有时速的那个时速问题，所以应该找时间再找他们玩吧。我来继续看一下有什么游戏玩哈。什么鬼啊？打恐龙游戏？什么？这是扮演恐龙哦 ，L4D2 吗 ？D day D D D， 复制页面网址。哎、欸，这一款嘞，你看一下这一款。这款应该是类似 L4D2 的吧？只是这次是扮演恐龙，是吗？我看到大受好评，而且27块钱。加入购物车啊，不是购物车啦，白痴哦、喔，按错了啦。一出，先加愿望清单。愿望清单，玩起来很好笑，真的吗？那晚点来买。我之前也有推他们玩一款，就是也是扮演恐龙，真的是扮演恐龙的，你可以当翼龙，也可以当暴龙。我是快爆了，我没有。然后就是看你想怎么玩，不是看你想怎么玩，就是类似 L4D2， 你可以扮演恐龙，然后去吃人，
然后就是回合过了换另外一个人扮演恐来吃人。可是就可能里面有人，没兴趣，所以就没玩了。All right, no. 我其实也还在等那个啦，麦块的地下城，你们都知道啦。那个就很明显啦、啊、有麦块，又是地下城打宝游戏，就整个合我的胃口啊。然后就会想玩那个，所以恐龙跟人都玩家吗？我当时推的那款游戏是，可是刚刚贴的那个我不知道。我当时推的就是你可以扮演，真的是扮演你所选的，然后翼龙就可以把人家抓在天空里面啊，天空上面，然后丢下来啊。啊。好没我的事哦，太。